啊，好，今天来想说来讲这个题目，真的是有愧我的祖先，因为刚刚大家都讲这么有质感的东西，结果我居然讲这种东西，很好，那就大家来讲吧，反正我也不能退缩了。简单讲来，这应该叫做提升自我提升搭讪成功率的经验分享，我是杨宏颖。然后嘞，所以我今天只要来分享说我的战绩大概是这样子啊，当然次数超过10次啊，但已经不可考了这样，然后直接被拒绝2次，就是说我不要这样子，然后变成成功变女朋友大概有4任这样，这应该没有写错这样，然后不要不要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，这个东西就是大家最近像一定要 Jeremy Lin 林来峰一定要来励志一下，就是如果要在一个黄种人啊不管他台湾人，但黄种人要在一个 NBA 场上啊，要怎么发挥自己的实力，这是有点困难，因为本身的那个就是当然你也知道嘛，哦 NBA 对，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如果要搭讪的话，就是要很敢。那我主要是要分享我这个经验，不是要教大家，因为在座的人当然是很多很厉害，又长得又帅，但不像我长得丑秃头，然后腰围很宽之类的，所以要当然就是敢，然后够你就去了。那只要看到新的女生，当然最重要的东西呢就是诚实啊跟诚意。那我讲话可能有点快哦，那但有时候哎、欸、哦，原来这边有一幕好，那个诚实跟诚意这个部分呢、啊，是大原则，就是你但要诚实的面对自己，那要对很有诚意。那当然这个诚实跟诚意啊，诚意就当然就诚实就是当然说我自己的内容底子是很够的，所以我自己发挥我自己的内功，我去学化妆，然后我去学如何看杂志啊，就是那个什么那个 Vivi 哈，然后我是包对不对？就是认识一些比较名牌的 Fiorgamo 这种非常冷门。所以对刚刚那个有点快哈，没关系，但是那个在如何，你就是不要一直玩，在不要在家里啊，也不要玩游戏啊，你要多接触新事物。当然了 ，friend 就是非常你好朋友。朋友，你的好朋友是非常你，就是多认识朋友之后，他可以多介绍一些，或者你多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，就可以直接出击。然后，当然呢，搭讪当然我自己来讲，我分2种，直接出击跟青蛙温水理论。什么叫直接出击呢？什么叫青蛙温水理论呢？等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会跟大家讲一下我自己的理论。好，15秒到，哎、欸，好到了，好，开始的时候啊，哈，就是我大概分3个阶段，我自己在搭讪女生的时候，开始等待跟离开。啊，开始的时候当然很重要，口臭跟时机、工具、自信心，还有发型跟战斗装一定要非常记住。发型大家要弄好，时机抓得好，口臭不要臭，工具那青蛙温水理论这个东西呢，就是热水加时间。热水加时间什么意思？热就是在热水，就是那你把青蛙放在热水里面呢，然后慢慢加之后，哎、欸，它怎么死都不知道，这就是青蛙温水理论。也就是说，女生你要慢慢靠近啊，这个东西。但所以分2种，直接初级跟青蛙温水就是慢慢来这样子哦。所以呢。当然啊，对自己要诚实，我刚刚讲过，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自己啊，可不可以给我电话？不要嘛，或者是那个什么，哎、那叫什么？哎，当朋友啊，愿意当我朋友吗？不要这样哈。然后很正，小姐，我觉得你很正啊，不要哎，这边还是有一堆理由哈，你不要用对一堆理由。经验告诉我，第一个高中女生，好，高中女生怎样嘞？就是我去跟她要东西，哎，小姐，我觉得哦，大部分我都直接这样讲，小姐，哦，我觉得你很有气质，她跟我说，哦，我有男朋友了，就发现她是高中女生，答案结果是高中女生的对男友的忠诚度都非常高，所以高中生不要失败，18岁以下不要接近，哦，这个东西非常重要，因为18岁以下接近的话，对自己绝对会出问题，好不好？所以呢，刚刚我就一样就是，哎，小姐，我觉得你很有气质，这个东西我就一招打天下，直接出击，记住，我就是一招出击而已哈。经验二字在台大的火大里面，我是台大学生，我去中午会吃饭，看到一个女生我非常心仪，然后。参考资料结果，我的战斗装哎到了，然后工具有笔、纸笔，好啊，那个口哨哦 ，OK， 好，直接出局了。哎，小姐，我觉得你非常有气质哎，就他跟我说呢，哎，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有家事，哦，我说哦，那哦那不那不哦，课堂分享，好，经验三来了，所以他我被他拒绝了，这代表也是有失败的样子，但是后来是有成功。课堂旁边我就是跟一个女生这样说，哎，同学你是哦，哎，但请问一下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快啊？反正我就还是一样有拿到啊，这样，可是因为纯粹那个跟同学就是聊天而已这样。今天是在咖啡厅啊，就是有一次我在咖啡厅，然后看到一个非常正的女生，然后呢，我就去搭讪，那小姐有非常有气质，然后可是呢，她就很直接跟我讲，当然呢，这个大家又可以再问我啊，今天我在社团，哎，社团我在干嘛？哦，我想到了，社团之后我就直接，因为我去参加那个台大的彩妆，所以我要学化妆，因为我要知道怎么叫打底分，那还有校机这个部分，还有卸妆，还有什么的，所以呢，我当然就直接这样跟他搭讪，然后他问他问题之后就认识了，这样经验六在台政舞会当中啊，我就直接去搭讪一个女生，然后那个哎呀哎小姐啊，那你这样，然后要跟他聊，那可不可以留个联络方式？他说好，结果发现他居然是我现任女友的好朋友，再来这个我不能跟他讲啊，再来。哎，会录影吗？哦 ，fuck， 哦，没事。那个经验期就是在政大演讲啊，就是在政大演讲听演讲，然后我当然是很不知道，跟他讲说，哎，请问一下政大的旁边这个管理学院在哪里？哦，在这边哦，好，就去了，所以就跟他讲啊，再就直接经验上课，他一个爱心就是代表我要讲我女朋友的故事，这样只有15秒，我想讲哦，好，反正就是呢，我就是跟他靠近，然后呢，大家跟他站，然后大概在一学期之内，然后就追到他这样了。当然，我们现在过得非常幸福美满快乐生活，跟王子跟公主一样，结束 ，yes。